谢谢豆豆，我们今天又烤肉啦，因为快到中秋节了，羊胖的时间到了。整个整个村子都是烤肉的味道。哦，你看，你小的，你大的，这什么？哇，好棒！你过来，好久不见，你过来。烤黑猪，难得看到烤肉，几公斤啊？哦，大概几个人可以吃吗？几个人差不多80左右是没有问题。这个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猪啊，我从山中。山中来的吗？南投来新义乡东湖温泉。你们是哪一组的？存款不足，所以才出来赚。不能煮的，不能煮，你就要看到矮矮短短。你还记得不能煮的打招呼的方法？不能煮啊，有吗？不是，那个是粥煮。摸来摸去是什么？来打招呼，来八卦，来请坐一下。你好，米莎。你好，米莎。看到小姐，你是要怎么打招呼？赶快过来。对，请问是我那个小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问我？我不知道。没想到中秋节可以吃到烤乳猪，鳄鱼，下次吃鳄鱼。完全都没有蘸酱油，都是新鲜的，没有经过冷冻库。哦，这个是原味，对吧？一定外皮是很脆的，然后这边的肉的，这味素，对吧？哦，肉好嫩哦，它这个就是三胡椒的。哦，自己看看，这是我自己调的，要炒了。平常我不会切给人家试试，我看到你很漂亮，我才切给你。这里是天堂。哇，我看不到脂肪，不是，也有那种油的味道，所以非常的嫩。怎么会这么好吃？胖胖的家其实像夜市一样，还有很多摊贩。摊贩。好大哦！那我就把你点上吗？哦，不知道了。好不好？是哦，是开胃菜嘛，太好吃了。因为你们没有看过，对不对？我会用火去洗的。可以再吃吗？可以。이렇게계속먹어도돼서모르겠네。很像拍 ASMR 嘞。我要看你的表演。好，继续。哇！结束了吗？看来结束了。再过一个好不好？啊，下次准备好不好？等，期待。一口烤乳猪，一口啤酒。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自由的可以吃。台湾的宝贝。我真的没想到在朋友的家可以吃到烤乳猪，因为真的很大的活动的时候才能吃到。对啊。在台湾我给你传了单。我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好的朋友。
만드는속도가먹는속도를못따라가네你还跑去买，我以为有哎。随便都可以啦，谢谢。我在喝啤酒。谢谢。OK。想吃的太多了，这次是鸡翅。这个我可以讲话吗？哦，对啊，这是麦克风哎。你有这样讲话，他都听得到。不要拍车了。嗯，기름은쏙빠지고아주담백한게정말맛있다아好香哦你要自己打包吗？嗯。盐巴的味道刚刚好哎，弄到真的，哇！谢谢。我来回个梅花猪。哇！肉汁真的是每个部位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们自由的东西，他们怕吃腻，所以给我们小黄瓜。八只王，刚炸的。嗯哇好香啊鹅啊一直被胖胖喂食都是胖胖拿过来的来你展开来真的是开心幸福开心猪胖胖太好吃了胖胖他们的香肠也很好吃真的很喜欢台湾过中秋节的气氛，朋友、家人，大家聚在一起吃这样的大餐。对啊。因为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少嘛。对。就觉得到现在台湾要维持自己的文化，觉得非常棒。台湾包肉的方式，韩国是菜和饭，台湾是面包跟肉。加肉，还是比较喜欢韩国的吃法。胖胖附近有干妈店吗？走到底，左转，然后再右转，再左转。好，有没有记起来？左转，右转，左转，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再左转。好，然后回来就右转，左转，再左转，右转。好。你要去干妈店吗？记得带回来哦。身高一百五十八吧。158。对，哇，快要比多多姐姐还高。因为我们班有比较比我高超多的。真的吗？你现在多大？12岁，国一。国一。对。哇，你十二岁的时候几公分？有。那你觉得国小跟国中有差吗？有啊。国中会比较累吗？我们国中要那个有发髻。发髻哦。那个就是头发如果超过肩膀要绑起来，发髻，发髻，短头，头发不能限制头发，还有，然后指甲要剪，就是要剪短短的，裙子也是要膝盖的下面，对，我们也是要膝盖的下面，然后也要穿那个白色的袜子，我们也是要穿白色的袜子跟白色的鞋子，要全白，然后不能穿短短的，要这么长，对，要长，要有吗？那个我们也有，台湾也有哦，有，我们现在也是哦，可是好像比较少。想吃什么？今天多多姐姐买给你。我觉得这个吧，这个哦，跟我一样哎。这个蛮好吃的，跟我一样，很多口味。这个跟这个我蛮喜欢的。哦，那你选，明天再吃。好，这个好。嗯，这个那个也可以一起。我比较喜欢这个。你喜欢？哎呦，不错。可以吗？你也喜欢吗？可以。好啊，那我们。拜拜。
里面有默默的读书的孩子、学生。嗯，这些还没写。那频道要不要吃饼干？还没吃吃饼干。我是他的吗？哦哦，我是你的吗？要有个原谅。对对对。怎么念亮念出来？继续加油，拜拜拜拜。拜拜走。好，可以了哈，可以了。哈哈哈哈哈！我今天眼睛好小啊，为什么？今天胖胖的邀请我也吃到了很好吃的烤乳猪，那我们下次期待一下鳄鱼烤肉。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大家。中秋节快乐！可以先录端午节也可以啊。端午节，过年也可以，明年的清明。